鸡拍下一大片绿油油草地，不少露营爱好者设帐篷露营。尽管前段时间疫情，但露营业绩逆势成长。不过七月中即将发放的三倍券，业者也不愿放弃这商机。露营区脸书专页上贴出公告，7月15号开始发放，到9月15号为止，用500元券入住一晚就送200元的夜虫券。暑假的部分可能人会比较少，目前看起来大概多了20-30成左右。另一家专卖露营用品的业者也推出活动，使用振兴券消费就可以享有优惠，最高3000可以抵3600元。振兴券还没到手也能提早消费，可以先使用现金付款，等领券后再拿来换回现金。对，就是可能还没有拿到振兴券，但他也是有想要入手的朋友，他可以直接拿现金来。跟我们活动前2天发出来，其实我们一天大概接20-30通电话。台北市一家专卖户外用品的业者也想出三倍券促销方案，只要3000元振兴券统统拿来消费，就赠送1000元的现金抵用券，还可以再抽奖，最大奖是价值6000元的露营推车。最近已经有很多民众就是来消费的时候，就会先询问啊，之后振兴券我们这边还会不会有什么加码的活动？差不多30%。当然有啊，就有打算买那个品牌的包包，登山包主要，对，但是登山包太。受到疫情影响，民众无法出国，国内露营活动变得更夯。想要维持消费者热度，业者们想方设法拼优惠，抢攻三倍券的大饼。记者陈奕轩、冯维志台报道。